要帮你慢慢的。衣服在这里说明一下完成的时间哦。衣服代表它是建筑师或者是室内的那个设计师。哦。你要哪一个？你喜欢这个是吗？欸、这个也有兴趣吗？嗯，每一个都还不错，对不对？钱就是银行业嘛。对，钱有可能他就是以后是个富有之人呐、啊，很会投资理财赚钱的、啊。东东，你这样会露点，对，他会露点。你换好衣服，你先换衣服好不好，东东？换，东东，我们先换好衣服，因为现在没有打灯，可能会比较冷。他真的整个人都站上来了。对，他很喜欢爬到沙发上，然后站在那个扶手，站高高的。对，一直想去，想跑，生气，被控制了，他被控制了。哥哥自己要弄，开始去。哥哥要玩大球。东东，你要不要去外面？你想再爬一次，最后一次，好不好？最后一次。最后一次哦，不穿了裤子再爬。穿裤子好了。穿好裤子再爬，穿好裤子再爬。生气中，生气，对妈妈生气有什么用？他也不太喜欢换衣服吗？不是，他想要，他想要玩，他现在棒比较开了，刚来的时候比较害羞。他们直接带他到外面吗？他什么？他会哭哦，他会崩溃。他会生气气，生气气有跟我用？对妈妈生气有用吗？才不理你，有点想睡觉，躲在柔眼。没有啦，他只想玩。